我人。你，我嘛爱换一个人诶。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第九条条文的宣读。审查会通过第九条，依第五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禁止处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二、符合本会锁定许可要件，并经本会决议同意，前项第一款锁定情形应于处分后三个月内制作清册报本会备查。第一项锁定其他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由本会另定之。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如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宣誓登记。如系寄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如系对他人之金钱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将该提存之事实申报本会备查。非经本会同意，提存物受取权人不得领取。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一项规定之处分行为，不生效力。关于第一项第一款之范围认定有争议或不符第一项第二款之决议者，利害关系人得于30日内向本会申请复查。对于复查决定不符者，得于2个月内之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九条，依第五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禁止处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二、符合本会锁定许可要件，并经本会决议同意，前项第一款锁定情形应于处分后3个月内制作清册报本会备查。第一项锁定其他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由本会另定之。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如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宣誓登记。如系寄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如系对他人之金钱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非经本会同意，提存物受取权人不得领取。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一项规定之处分行为，不生效力。关于第一项第一款之范围认定有争议或不符第一项第二款之决议者，利害关系人得于收受通知后30日内向本会申请复查。对于复查决定不符者，得于收受通知后2个月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宣读完毕。审查会通过，审查会通过的第九条条文跟民进党版的第九条条文都没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就不发言。报告院会，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九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首先表决民主进步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71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九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另外，王委员荣章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一致，列入公报。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十条。第十条，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依第八条规定应受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实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并依第六条规定处理。宣读完毕。第十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进行发言。报告院会，现在要进行处理。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我们来处理。我们进行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71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及修正动议条文第十一条。审查会通过第十一条，本会之调查得为下列行为：一、向有关机关购调取卷宗及资料；亦得向税捐稽征机关调取财产、所得、营业、纳税等资料，不受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之限制。二、要求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账册、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资料或证物；三、派员前往有关机关购团体或事业之所在地、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住居所为必要之调查；四、以书面通知相关之人陈述意见，通知书中应记载询问目的、时间、地点，得否委托他人到场及不到场所生之效果；五、其他必要之调查方法。前项调查发现，由于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相关之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必要时并得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证物，或悉续留置其全部或一部，但其封存、悉续或留置之范围及期间，以供调查、鉴定或其他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为限。封存、悉续或留置属于中央或地方机关购持有之资料或证物者，应经主管长官允许，但主管长官除有妨碍重大国家利益之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悉续之资料或证物，原持有之机关购应加盖图章，并由调查人员发给收据。本条之调查应恪遵正当法律程序，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为之。本会派员执行调查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未执行本条之调查，本会于必要时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一条，
本会之调查应恪遵正当法律程序，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为之。本会之调查得为下列行为：一、向有关机关购调取卷宗及资料；亦得向税捐稽征机关调取财产、所得、营业、纳税等资料，不受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之限制；二、要求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账册、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资料或证物；三、派员前往有关机关购团体或事业之所在地、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住居所为必要之调查；四、以书面通知相关之人陈述意见，通知书中应记载询问目的、时间、地点，得否委托他人到场及不到场所生之效果；五、其他必要之调查方法。前项调查发现有与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相关之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必要时并得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证物，或吸取留置其全部或一部，但其封存、吸取或留置之范围及期间，以供调查、鉴定或其他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为限。封存、吸取或留置属于中央或地方机关购持有之资料或证物者，应经主管长官允许，但主管长官除有妨害重大国家利益之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吸取之资料或证物，原持有之机关购应加盖图章，并由调查人员发给收据。本会派员执行调查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未执行本条之调查，本会于必要时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并得委托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协助调查、鉴驾及查核相关资料。宣读完毕。第十一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进行发言。报告院会，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在处理之前，林委员长左声明，对刚才表决以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再补充，王委员荣章不是只有刚刚那个跟民党一致，是对下午所有的表决都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我们进行十一条的处理，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我们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另外，民主进步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2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十一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我们继续进行十二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十二条，受调查之机关购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宣读完毕。第十二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进行发言。报告院会，现在我们进行处理。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开始进行表决。第十二条，我们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的条文。民主进步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2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进行第13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3条，向本会提供政党附随组织或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所在、来源、取得方式或处分等相关资讯，并应有时本会发现并追会当成附随组织或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隐匿、遗漏、申报之财产或不当取得财产者，本会得酌予奖励。本会对于举发人之身份应予保密，第一项奖励条件、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由本会另定之。宣读完毕。第13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进行发言。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1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表决。第13条，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民主进步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2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进行第14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14条，本会依第6条规定，所为之处分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4条，本会依第6条规定所为之处分，或第8条第5项就政党之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认定之处分，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宣读完毕。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发言。我们先请黄委员国昌发言。黄委员国昌发言完毕后，截止发言登记。
主席还有各位本院的同仁呢、啊，在初委员会审查的条文当中啊，所通过的是依照第六条规定的处分，应经公开的听证程序。那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啊，当初去做这样的制度规范啊，是因为第六条命移转财产还有追征价额的处分，是在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当中，最终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处分。那针对啊这样子的行政处分，那为了求慎重以及避免啊后来还需要经过诉愿的程序而直接行政征送程序的方式配套设计，就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啊是可以赞成的。那就今天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那本来是规定啊增加了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所谓的处分要经公开的听证程序。那问题是啊第八条第五项、啊、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就政党的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的认定，另外一个啊是命政党的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申报财产。那我相信啊在所有的立法例里面，没有针对命申报财产这件事情啊竟然还要经过听证程序的。那因此本来修正动议啊的内容它的范围可能太广了。那不过我在这边啊也要感谢民主进步党啊的委员，那经过刚刚啊的说明，那愿意把整个修正动议啊的条文那纳入时代力量啊的建议，把它限缩，进一步的限缩它的范围到第八条第五项就政党的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认定的处分。那一方面会使法规范适用的范围更加明确，另外一方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那第三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是在通知他申报财产的时候，不会因为听证程序啊的存在而阻碍到整个程序啊迅速啊的进行。谢谢。接着请顾委员立雄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这个部分的修正，刚刚黄国昌委员已经讲了清楚了。那我们本来的原意的第八条第五项也是在这一个。政党的附属组织及受托管理认定的处分这个部分要经过听证。那刚刚跟时代力量这边做一个商量，那将这个文字修正呢比较明确哦，让它规范的这个意旨呢比较清楚。我想就按照这一个现在的修正的一个动议呢通过，希望各位呢同仁能够支持，谢谢。接着请徐委员曾蔚发言。主席好，各位同仁大家好。其实国民党并非想要抵制我们处理党产，但是对当与不当的认定是有意义。从我们讨论法案到今天，民进党的委员在发言中都是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全面的抹黑污名化，号称民主进步党今天在整个程序的正义都在开民主的倒车。本案的程序在委员会的逐条而后的协商根本都是多数的压阵，哪里来的协商？国民党今天在这里只是再次的强调，希望透过国会的直播让全国的国民知道真相，知道本法案违法违宪的真相。现在本席针对我们第十四条这个字句的部分有一些这个意见哦。第十四条所规范的是本法第六条及第八条第五项两个条文，所谓的处分都需经过听证程序的适用，因为第六条及第八条第五项关乎政党财产的认定及认定附属组织受托管理人的处分，对于宪法保障人民的财产权侵害影响甚大，所以在法律的用词上我们必须更加的谨慎。原本审查会通过的是用或，但是本席及本党坚持用及，虽然两字在中文文法上都是连接词，但是语义用法上还是略有不同，即是和跟的意思，而是确定是，但是如果用或在叙述句里面则是选择关系的表示之意，是不定式的，
如此影响重大的条文应该以确定式来规范听证程序的适用，别让适用留有选择适用的空间，这样在法律用字上是不合乎逻辑性的。因此本党提出将或字修正为即字，如此不但符合本法的意旨，更合乎法律文字上的逻辑性，如此侵害人民权益重大的处分，需经听证程序的适用，绝不能留有模糊及选择性上的空间。谢谢。报告院会，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跟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2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4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继续进行第15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5条，调查结果应经本会委员会决议后做成处分书，处分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一、处分相对人之姓名、名称及地址；二、受调查之财产及其权利现状；三、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事实及理由；四、有付款者付款之内容；五、本会之名称；六、发文字号及年月日；七、不服本处分之救济方法期间及其受理机关；前项第3款锁定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应依第6条规定记载应移转财产之种类、数量之增加而履行期间及受移转之对象。第一项之处分书应刊载于行政院公报及网站对外公告之。宣读完毕。第15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进行发言。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1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第15条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2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我们继续进行第16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6条，不服本会经听证所为之处分者，得于处分书送达后2个月不变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宣读完毕。第16条，为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进行发言，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1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2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进行第17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7条，主管机关未进行本条例锁定调查之相关事项的，订定调查程序办法。宣读完毕。第17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发言，报告院会，现在进行处理。第1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1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进行第3章，请宣读审查会通过章名。第3章组织，宣读完毕。第3章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不发言，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3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第3章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章名，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审查会章名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
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在委员适应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72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三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报告院会，现在时间为下午5:31，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至晚上12时再行休息，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73人，反对26人，弃权3人，赞成者多数。本日会议延长至晚上12时再行休息。我们继续进行第18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18条，本会至委员11人至13人，任期4年，由行政院院长派聘之，并指定其中1人为主任委员，1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出缺时，行政院院长应于1个月内依前项程序派聘之，其继任委员之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委员中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1/3，且单一性别之人数不得少于1/3。本会主任委员特任对外代表本会。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8条，本会至委员11人至13人，任期4年，由行政院院长派聘之，并指定其中1人为主任委员，1人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委员出缺时，行政院院长应于1个月内依前项程序派聘之，继任者之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委员中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1/3，且单一性别之人数不得少于1/3。本会主任委员特任对外代表本会。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8条，本会隶属监察院，至委员11人就是3人，由监察院院长就下列人员提请总统派充兼之，并指定其中1人为主任委员，1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除主任委员外均为无给职。一、监察委员；二、法律、经济、财税、会计或地政的学者专家；三、律师、会计师等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工会推荐代表；四、其他社会公正人士。本会委员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1/4。本会委员任期同本条例施行期间。宣读完毕。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18条的逐条讨论，请柯委员自恩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主席，还有各位立委先进，大家午安。第18条是讨论到有关于委员会的一个组成。基本上面，本党一向认为这个所谓的党产处理委员会应该隶属在监察院之下面。我们完全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调查，任何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都不应该违反所谓的权力分立的一个原则。只是呢，非常遗憾的，在民进党强势表决的过程当中，还是让它变成在行政院之下面。因此，本党要对这个条文提出所谓的修正案，也就是呢，在整个委员的遴选的程序上面呢，我们希望能够比照公共电视董事遴选的一个办法，也就是呢，为了让所有的委员能够独立的行使他的权责，应该是由立法院各党派派出11到15个人，成立所谓的审查委员会，然后呢，再根据行政院所提出的人选，做出实质的审查。而且呢，必须要委员通过3/4以上的同意，才能够让由行政院长来做遴派。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非常具有所谓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目前所有的独立机关，包括 NCC， 包括公平会，包括中选会，其实他们的委员都是需要透过我们立法院的同意跟任命的。而这么一个重大的党产的委员会，为什么只轮流由一个行政院长来做一个决定？这完全是球员兼具裁判，这完全违反了所谓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我在此还要特别提醒了，我们在5月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立法院就曾经因为课纲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整个课纲的部分，过去呢，我们为什么课纲一直被大家所诟病？那就是民进党委员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公不义，整个都是黑箱作业。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子呢，对于课纲的委员完全比照公事的一个处理的办法，也就是由委员，由我们立法院成立的审查委员，然后呢也通过11到15个人，然后呢经过一半之后才由行政院长的命令。我们请所有的民进党的伙伴们，你们要注意，基本上面这都是当初你们的主张。过去呢，国民党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就是被你们羞辱，因为完全在黑箱作业。我们也曾经提出了我们要透过专业来做这个委员，被你们给否决了。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今天呢到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重要的法案，为什么你们不能够秉持过去的方法？我们不过就是要求要有多元的声音，我们不过就是要求要有更透明的一个公开的原则，这不就是贵党的一个主张吗？所以你今天若要证明你们今天是要来一个做个朝野和谐，你们就应该在这18条上按上赞成票。为什么呢？这才可以显示你们对这样的部分是完整的。而且呢，我们根本认为你不该有2套的一个标准，这么样一个透明公开，完全没有黑箱，完全秉持公平正义大家所追求的部分里面，国民党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在这个重要的法案当中你们要退回这个民主的一个退步呢？在此我们还是诚挚的呼吁。接着请苏委员巧慧发言。主席，各位同仁，1992年的3月3日，当时的立法委员彭白显对国民党不当党产提出质询，到今天已经8910天，超过24年，接近1/4个世纪。2000年的3月24日，前立法委员赖静玲提出了政党发展基金设置，即
中国国民党党产处分特别条例草案，将近到今天也已经超过6000天，超过了16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有机会真正来处理这个法案，开始来处理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然而我们看德国，从1989年东德非共化之后，就开始清查不当党产，统一后持续进行，一直到2006年提出了最终报告，同样是16年，他追讨了16亿元的欧元。所以德国能够诚实的面对过去，同样是16年，中国国民党始终做不到。我必须说，中国国民党远不如东德共产党。而从德国的实力来看，基于民主法治国的立场，我们政府追讨不当党产的取得，不是清算斗争，更不是整肃异己，而是维护国家财产，保障人民权益，这才是真正在实现宪法第七条的平等权和15条的财产权。所以我们年轻的世代，即便没有亲眼看到当年国民党的巧取豪夺，今天我们也一定要站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清查不当党产不是只是为了解决过去的问题，更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公平的未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像中国国民党这样如此富有，有这么多不当取得的大量党产。现在的社会面对的是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复制更加艰巨的困境。同样的，如果出生在一个富有的政党，就能够有更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在更轻易的取得政治地位，这完全是一样不公平、不正义的做法。所以清查不当党产不只是人民共同的心声，更是追求正义、建构公平社会的重要利基。我们今天已经审到了第18条，不当党产的清查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它涉及到诸多部会的业务，内政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等等都有它的相关事务。2006年，行政院就曾经成立了专案小组，针对国民党历年不当取得的国家资产进行清查，而且已经有了成果。可以见得，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设置在行政院下面，由行政院会同辖下各部会共同调查，确实是更有效率而且恰当。接着请吴委员自扬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认为，既然要清查党产哦，我觉得应该就要把它查得彻底啊，而且要查得让人心服口服，不要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啊。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到底谁来查，比较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那我们看过释字585条啊，585号，它当然是讲是立法院的问题。不过大家想想看。立法院本来在宪政上，大家就在讨论他是不是应该取代监察院有这个调查权啊？可是大法官会在585号已经讲，即使是立法院要进行调查事项的时候，他的调查权都不是那么干脆的，他不能去侵害到传统属于这个监察权的核心权利啊，就是调查权啊。所以即使给予立法院有调查委员会的权利，他的调查也是绑手绑脚。我们要看到今天所谓的清查党产，其实党产就是因为威权时代党政不分，所以公产跟国这个党产是在一起，所以在调查的时候，除了查国民党以外，其实政府的各个单位本身也是被调查的对象啊，包括他们可能要接受询问、接受调查，他们还要提出很多的卷证资料移送等等，所以政府本身它也是受调查的对象。所以如果是在由行政院自己设的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的话，就会有球员兼裁判这样子比较奇怪的一个这个特色啊。
所以你看，连立法院该有监察权的都被限制他的这个调查权。那一个是球员兼裁判的行政院，你今天付给他这个调查权，不是很有可能被宣告违宪吗？我们不要冒这个险嘛，我们希望好好的来清查党产，中间不要有任何被质疑的地方，要招公信。我特别另外要讲，监察院在2001年4月，他讲的他的报告，他说我们赋予行政院积极处理，积极依法办理，我依照我的报告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权限。黄煌雄监委当年也讲到，监察院自己都克制自己，不要有行政权，他要把行政权完整的留给行政院去依法行使。监察院可以做到尊重，行政院应该也要尊重。所以我本席在这边斗胆建议，一个最好处理这个党产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立法院负责把这个法立好，交给监察院好好的去调查，没有人质疑他。监察院调查好的报告，在需要行政院执行的，行政院彻底的来执行。我觉得大家机关大家一起合作。接着请周委员春米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刚刚院会已经通过这个条例的第二条规定，就是在行政院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那我们现在讨论的18条的争议是在于，委员会的委员是由行政院长来派之，还是由监察院长来提请总统派之？那就本条的争议呢，本席有4个理由要来跟大家报告。第一点，我想已经非常充分的讨论了，就是说国民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监察院的创设是源自于国民党创党人孙文总理的五权宪法理论，它主要是仿效古代中国御史谏官制度，我们是针对公务人员，针对行政机关。那宪法的增修条文第7条，还有监察法第1条，都已经明确地表示了监察院的职权是针对公务人员及行政机关，完全没有让监察院有处理人民团体财产的原则或者法律的依据。如果真的要设在监察院，这才是有违宪的重大疑虑。第二点，国民党主张说，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成员是要由监察院长来提请总统派之。但是呢，依据大法官会议解释461号的解释，司法考试监察三院的院长，本于五院间相互尊重的立场，还有依循宪政惯例，他们是可以不到立法院来备询的。那如果今天监察院长他拥有这样的一个提名权，但是监察院院长无需来跟立法院负责，无需来跟民意机关报告，那民意机关无从监督，这部分要请国民党的委员深思。第三点，在草案的第11条里面有写到，委员会的调查行为不仅是针对行政机关，还有针对相关的民间的法人、团体、个人。那如果在民间，我们的人民或者法人受到了一个不正当的行政行为的一个侵害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依据监察院的一个设计，他可以来跟监察院的陈情。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处理委员会是设在监察院，那就如同刚刚国民党委员讲的，球员兼裁判，对于人民的陈情，我们不太能够，只能够期待他秉公处理。第四点，行政程序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讲到了，监察院行使职权另有监察法及其附属法规可以依据。所以在行政程序法第3条第2项第3款就已经把监察机关的行政行为排除，不适用该法的程序规定。如果今天我们通过了监察院是依据本法做成行政处分，但是他却没有受到行政程序法的规范，对人民是相当的危险。整部条文的条文来看，就是一部行政作用法，属于高度的行政作为的法律草案，有法规命令，有行政处分。行政院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在行政院设立处理。
接着请徐委员裕仁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午安。关于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设在行政院底下，本席还是强烈的质疑它的正当性。设置机关它的合法性是不是有违球员兼裁判？这个部分其实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也有它的辩论。那刚刚我也听了周春明委员他的论述。那所以在这件事情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争议底下，其实我们应该好好来讨论一下说，如果到时候这个委员会在处理任何的意见上有所争议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第一个是行政院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执行的机构。那在这一个最高行政机构底下设立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那是不是表示说，在他所有的决策里面都是一言堂，所有的决策里面都可以由行政院处理设置的这个委员会直接决定、直接执行？那在立法院上面完全没有这个对他监督的可能性。那第二个，我要提出对于这个委员会所设置的委员他的适当性还有独立性。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该如何任命？那该组成的分子应该是由哪一些部分去组成呢？如果由行政院长直接任命，如果是由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话，是不是它就变成了一个行政院的武器？那在处理这个不当党产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其他讨论的空间。委员的资格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维持一定的它的独立性？我想在不当党产处理的过程中，有其更重要的社会教育的意义。过去这个历史上的确有很多国民党来到台湾所做的是是非非，都有待这个历史去给他一个公平。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把它倒过来，让后代的教育、后代的子孙看到我们今天中华民国的国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真正是秉持着一个公平、公义，而且是把所有的过去的历史还原的可能性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继续好好的来讨论。那我最后再次来提出说，以东德跟西德在处理这个不当党产的过程里面，他们处理了25年，在25年里面是超过了500场的对话，在这500场的对话里面，好好的去对这些财产，好好的对这些历史的秘密档案，好好的在对这些过去的这个怨恨，在过去的这个历史的发生的事实，无论是王委员裕民声明，对第17条及第3章章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接着请刘委员四方发言。刘委员四方不发言，我们请马委员文君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宪法第53条所揭示的行政一体，其意旨在使所有的行政院长里的行政事务，因为接受行政院长的指挥监督，而得经由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途径，落实对人民负责的宪法要求。我想这也是过去民进党在很多的政策还有立法的过程当中所要求的。那经过立法设置的独立机关，将原行政院所掌理的特定领域的行政事务，从现行行政体制独立而出，划归独立机关行使，使其得以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自主运作。尤其行政院长在更迭的时候，独立机关委员因为享有任期的保障，不需要与行政院长同进退，所以为了维护独立机关的独立性，
构成员得免于外部的干扰，独立行使职权，透过立法权对行政权所拥有的关于独立机关的人事决定权的制衡，其实是属于非常必要的。党产条例是针对性非常强的一个法案，也是权力很大的一个独立机关，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后，处理党产条例，将它设置在行政院底下，更是司马昭之心。所以我们希望由这个部分来针对第十八条条文提出修正动议，针对党产条例委员会委员的组成，要求经由立法院推荐11名至15名的社会公正人士组成本会委员审查委员会，以3/4的多数决决定委员是否适任之原则，以彻底落实关于独立机关的人事决定权之制衡。尤其透过立法院，不仅可以彰显监督制衡的原则，也可以真正落实独立行使职权的立法旨意。这不是过去多数独立机关人事同意权需要透过立法院行使的先例，也借此避免行政权的独大。对国民党进行这样的清算斗争，更重要的，也希望不要造成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常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我想在这里有很多委员提到，因为其实刚刚也有委员提到，过去那个年代，也许大家没有亲身的经历过，过去的年代，很多台湾的人民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参与政治，可是因为政治性没有那么强，在那样的时代里面，所有的人民都是勤奋向上，努力生活，建构一个非常安定的社会跟远景。在这今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进步到这样的成果，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努力而来的。有些政党一直不断地在提醒，一直威权统治、白色恐怖，大家口口声声说的那些加害者或者被害者，很多都已经不在了。过去为台湾民主自由，他们奉献跟牺牲的那些先辈，其实他们的成果，大家不要自诩正义的话。接着请蔡委员异于发言。好，蔡委员异于不发言，我们请张委员立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午安。针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要在行政院向下设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而且由院长派任11名到13名，甚至非常含糊的说，只要政党比例不超过1/3，甚至单一性别少于1/3。其实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在行政院向下，而不在监察院向下？因为行政院目前依据行政院人事总处资料显示，行政院现在就有66个任务编组正在讨论。10秒钟，内政委员会通过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明目张胆的在行政院底下设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我国是五权宪法，行政、立法、考试、监察应该要独立分立，但是这个委员会权力大到无限的大。我们看到在第二条条文当中，明文规定这个委员会可以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法规的限制，大开任命的方便之门。天底下有什么比这个委员会更加违法乱纪的呢？国民党主张政党财产有争议之余者，应引请监察院调查，主管机关
设在民进党的行政院，委员也由院长来遴聘。国民党团要求这个委员会应该设立在监察院，绝对格理格法，至少监察院是具有公信力的机关，甚至讲同一政党不超过三分之一，单一性别少于三分之一，其实是非常含糊的，不对委员的资格身份认定标准做更明确的这个规范，看似非常公平公正，其实暗藏祸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本席要在这里特别提醒，国民党提的修正动议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委员都是专任人士聘任，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所有的委员都是无己职。刚刚很多民进党的委员说巧取豪夺，如果假设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每一个都站在制高点，非常客观公平正义的不领一分薪水，我就认为啊，接着请游委员美女发言。游美女委员不发言。好，我们现在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十八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第十八条，我们首先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跟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0人，反对69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101人，赞成68人，反对30人，弃权3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第18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报告院会，现在时间已经18:05，我们休息30分钟用餐，请议场同仁发放便当，现在休息。我大概吃饭一下啦。好，没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个化妆室啦，好、哦。